今行くからね。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姆哈德，来玩我们的 KO Four Star。今天是1月31日，星期三。好，一月要结束了。2024年很快又过了一个月了。那今天就来抽 UE 格洛加第六弹嘛。我先200抽啦，看运气怎么样。应该说不管运气好坏，我都会把它抽到五星啊。所以整体的运气是看全部，不是看单一次200抽，因为你可能就是800抽到1200抽都有可能。如果运气超差的话，如果你又想刷五星，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好，我们来看一下公告吧。好，这边有一个这个公告是5:35，我已经发布影片了啦，所以我就没有管它了。重新回归的 UE 无界，好，特别需要使用方法。使用时间是2月6号，2月6号就可能就无界巧克力吧，情人节巧克力啊，那个活动开始之后就可以换。那我们有的新入坑玩家可以获得嘛，那如果你是老玩家跟我一样的话，就是换这个没有用的这个记忆跟80个战魂，完全没用，目前没用啊。记忆你转成高级记忆也没意义啊，你都五星的。哦，应该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当时拿到无界，现在都已经练到九星的啦。那你去转高级记忆也没什么意义啊。好，那这边有一些 iOS 的用法啦。好，教你怎么用这样。好，热更新，热更新就是时间进速有异常嘛，那热更新完就好了，要重开。像我是，五点就开游戏，然后热更新完它也没有把我关掉，它真的没有把我关掉，那我就不能用，那我重开之后就可以用了，就可以跑了。啊，已知问题好像不多啊，就只有一个这个。好，活动有一个养成活动。这次的养成活动参加办法是获得并养成自动参加与成功。就是这两只吧。可能是看你是哪一只都可以吧。他好像没有说一定要两只都有。就拿这些没什么用的东西加减了、啊、加减。然后一样是1月30号更新后开始到2月18日。就两周多吧。因为活动是21天嘛，那这个两周多啊。就差不多快结尾了。该抽的人应该都弄到五星的。好，得奖名单。这个没有我啊，没有我。好，我们回来游戏吧。OK， 那直接来抽了。今天的活动我应该做完了吧？有时候都会想说有没有漏掉活动啊。目前还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活动。拼图还没有哎、欸，完全还没有。好，来吧来吧，200抽，那有免费红宝石4000啊，看运气怎么样吧。我希望能至少各拿一只啊，那我明天就可以来玩嘛，明后天就来玩，来玩玩看这样，体验一下。好 ，Let's go。上期的影片给我留言的人，大部分运气都不错吧，大概是幸存者。就是运气好的人会想要留言分享嘛，那抽不到非洲人就不想留言的。那我也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今天抽的很好，我发布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那如果我抽的不好，就发布的影片就什么都没有。
心情就会比较低落啊，不想跟人家分享，不想跟人家分享我欧到了什么，或我飞了什么，我飞了什么，不想分享。二十抽啊，没抽错吧？每次都要想一下有没有抽错。三十抽，都被大家抽走啦，我抽不到啦。好，三十抽，不知道谁。OK， 二阶堂红丸，红丸是紫属性啊，紫属性我没有抢的，绿属性我有阿修啊，所以还好。好，二阶堂红丸，三十抽，好，四十抽，好的开始是成功了一半啊，对对，好的开始是成功了一半。没有了，这次没有。当然，我有发生过，一开始抽第一个十抽抽到，然后之后190抽什么都没抽到，好惨，也是有发生过的。50抽，50抽。60抽，战斗卡看情况吧，待会也来抽一下吧。战斗卡待会来个150抽吧。其实啦，其实好，80抽，这个应该就不会变色了吧？90，看吧，好的开始。不见得后面也会好啊，100了。我觉得能抽到三只就很棒，抽到三只是超棒，三只以上就很好了。那一到两只就烂烂的，没半只不用讲了，更惨。啊，110，我不知道是110耶，啊，再看一下，120。没有，通常是这样啦，如果你确定你想要五星的话，你保底券先不要乱用，因为你不知道你后面会抽我怎么样，真的不知道，所以保底券一定要留着，等都确定了你该怎么分配，你再去使用，拜托再来一到两只吧，不要这样对我啊。看了大家的好运之后，我就觉得，都被大家抽走了，我应该没机会了。反正我已经好久都没有那种欧洲的感觉了，就是玩这个游戏抽卡好久都没有那种哦，来个三四只、四五只这样，都是那种可怜的一到两只啊，偶尔有三只这样。还是没有啊，果然是好的开始不代表后面就会好，可怜可怜可怜。最后的几抽啊，不知道，60抽。今天最后60抽了，还是没有啊，哎呀。这个扭蛋真的是很看运气的。最后的50抽了呢，一只都没有了吗？我要生气啦！这是很惨啊，
不爽抽啦。还有没有？哇，真的没有啊！反正我已经飞了好一阵子，最近都飞了好一阵子，都不想抽了。好，然后最后20抽了、欸，几率是假的啊！哦，几率是假的，两只。哎、欸，终于来了！哎，我达到我的目标了，三只，终于。终于三只啊！好，红管可以先玩到一星的，明天。好，雅典娜，雅典娜，那我们明天就先玩红管一星吧。三只是 OK 的，我觉得抽到三只就很好了。这个我以前就讲过了。因为 0.6% 嘛，还有没有？哎、欸，突然海底捞月啊，否极泰来啊，四只很好。我在第190抽跟200抽终于抽到了，终于 O 了一下。如果是雅典娜，我明天就玩雅典娜一星。哇，就是红碗，所以那个如果你很欧的情况下，你是有可能就是200抽有一只三星的，我以前有发生过，就是你抽到四只嘛，然后有一只加包礼券的话就可以三星，然后另外一只90等，啊包礼券，那小欧小欧小欧啊，不应该是中欧中欧中欧。三只小欧，四只中欧，五只大欧，然后一到两只就是平平的，没什么。那零只就很惨，零只就是非洲人，非洲人。好了，祝大家好运啊！我们来抽战斗卡吧。然后我今天就格斗加200抽战斗卡，150抽。那抽战斗卡，你的。因为我想要五星嘛，所以套卡我会比较优先，特殊卡一定拿得到，一定拿得到，因为你有保礼券可以换，比较容易拿到。好，那我们就来吧，这个9000红宝石给它开下去。战斗卡比较难抽啦，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几率更低嘛。那我们就直接开了。用看的，因为它也没什么特效啊，不是特效，就没什么那个卡面啊什么的。这边有红光啦，哒哒，难抽啊。最惨的情况就是450抽三轮保底券都换那个套卡。我发生过，发生过几次。很难抽。好，有一张了。这个三型一张。希望能。300抽内搞定啊，希望啊，不要抽太多，套卡一套也可以轮着用啊，拔来拔去用嘛。我不是那种一定要两个套卡都要有的。哎呀，最后一张套卡，哎呀喂啊，都没有啊，抽一半了，一半了，一半了。一张属性卡是不是？这个谢谢支持啊，这个是新的属性卡。我希望来个一两张特殊卡吧，
特殊卡没有，特殊卡没有，我爆苍耳。没有特殊卡，我上次不知道哪个号啊，可能是 Q 号还是神哪个号，哇，那个150抽抽超爽，爆卡一套，然后都有特殊卡都有，直接毕业你知道吗？150抽可以直接毕业的，是有机会，运气很好的话你都拿到爆卡，你还有保底券可以去换一张出来，然后特殊卡还都有这样，哎。有拿到特殊卡一张，那我抽到三张，运气算不错。这个是暴击的，暴伤的。反正我明天先玩雅典娜嘛，因为雅典娜特殊卡也有了。好，没啦没啦没啦，希望再来一张套卡啦。哒哒，没有。好，最后一抽。哦，最后十抽。没有。当然也曾经发生过150抽什么都没有了，我发生过。所以我才会说三张已经可以的啦，已经可以的。到欧但是可以的，因为我更欧的，就是我刚刚说150抽直接毕业，就是你都抽到这样，然后加保底券搞定一套套卡，然后特殊卡也都有，属性卡没有没关系，因为属性卡不是必要一定要有，因为那个属性卡可以通用，很多地方都可以拿来用。好，我来整理一下卡面吧，不是整理啊，我们把一些战斗卡合成一下，因为我爆仓了嘛。这个吼，这个游戏就是这样啦，已经五六年了嘛，五六年就是会导致这些废卡一大堆啊，废物卡片一大堆，五星以下都是废卡，包含五星，现在就是这样，含五星都是废卡了吧？很差，很现实的，但是他就一直淡几率啊，卡我们几率、啊。五星你的意义就是拿来干嘛？拿来这样增加这个几率，然后会出六星，有机会出六星。你看有没有机会出六星？哦，这个是五星，没有。哎，17%了、欸，还没有、哦。我们拼拼看啦，但是那个你这边合出来六星卡也都不强，也都是没啥用的。我都这样合啦，判断一下，20%了、欸，应该要错了吧？好难哦、喔！啊，错了，你看出了六星卡，但是这个六星卡其实没啥用。爱唠叨的父亲。哎、欸，我们柴州好像也没抢过，对不对？柴州最强的就史诗那一只吧，史诗中的那一只脱上衣版本的。然后最后来 check 一下选择卷，这个第六弹，雅典娜一张，炮卡一张，属性卡一张，各一张啦。那如果通常如果是我只是要150抽的人。我就会把那个特殊卡保底券这张选择卡选择券就换那个红丸的特殊卡吧，但是我没有，我要继续抽啦，因为我要抽爆卡一套，就是我有两张保底券嘛可以换，对，也就是说我下一个一保值说至少要抽到套卡或是红丸的特殊卡，我才能稳稳的在300抽内搞定他们的特殊卡跟套卡，但其实这样300抽已经有点烂了，运气不是说非常好啊，就一般般的、啊。这是拼图啊，不是哎、欸，拼图在哪边？算了，
我们工会应该有拼图啊，有没有在要求拼图啊？还没有。好，那我们来换个格洛加吧。这个音乐是之前的 BGM， 然后这是新的，听起来是新的啦。那脸比较尖嘛，这个整过容了吗？韩国最喜欢整容。好的，我是汉姆，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喽，祝大家抽卡好运，拜拜。